new, old. What about these? Which one is new? Which one is old? Of course, this one is nice and white. It looks very new. And this one is a little dirty and old. New and old baseball. Very good. Do you like new shoes or old shoes? New shoes look nice, but old shoes are very comfortable, right? I like old shoes. I really do. Ooh, next one. We have CL sound. Cl, cl, c, cl, cl, eem.好，小朋友，大家好，你们先把你们的镜头打开。打开了，跟我挥挥手。有人看到我了吗？有人看到我了吗？有，嗨，你们好。哇，这是我第一次上课哎。Hello， 来 ，Good afternoon， 我们讲一次。Good afternoon， 你们可以把麦克风都打开。Teacher， 很棒，很棒。啊哈喽，好，我们今天因为三个班的英文班的小朋友都有，那我们先从 Phonics 2， 就是最小小班的那一班开始复习 ，OK 吗？因为我们有很多单字，其实最简单的那一班我们也不太会，我们也一起复习。好，那现在我们麦克风都先打开，你们都先打开没关系，今天应该不会有噪音。好，我看还有谁镜头还金佑跟怡轩，还有镜头打开哦，镜头也可以打开。瑞，你想睡觉？好，我们先来这边金佑的镜头哈。嗨，那个瑞森的你也可以打开。好。嗯，你宣也按错了，按错了。那我要先点名，我忘记点名了。来，我看今天有谁，因为有礼拜四有来另外加强的人，我们都会另外加一分。那开学之后，我们要看谁集最多分，要表扬那些小朋友。好，我来看第一个，第一个进来是秉轩。你最近很认真呢，你连续两个礼拜都有进来哦。秉轩加一分，好。还有品瑞，瑞加一分。还有，令举手一下，我看一下，有，好。然后悠悠 here，OK、okay。善元也是两个礼拜都有来复习，老师觉得很棒。好，还有以轩 Sophia， 以轩。还有瑞森也是都有进来，还有 Kevin 也是 Kevin too， 最后一个是谁 ？Aaron 哦，好，好 ，OK， 好，小朋友，我们先来复习第一个，第一班的英文。好，来，我们先从这个开始念 ，A U R A U R R， 好，一起念一次 A U R。A U R 啊 ，Kevin 很棒，我听出来是你的声音。好，那我们念第一个单字来。A U R August August 来 August 八月，我们一起念一次。A U R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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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八月很好 ，Kevin 很棒，好。再念一次 ，August， August， 好，下一个单字 ，A U R sauce， 好，我们来念一次 sauce， sauce 很棒，听起来很像寿司，但它不是寿司，它这样音 sauce 酱料。对，我看一下第一班还有哪些小朋友，有 Kevin、Sophia 跟来 Sophia 跟 Rayson， 你们的麦克风都先打开。
那其他对，很棒哦，其他小朋友也可以一起跟着念，那麦克风不用开没关系，一起跟着念。好，我们来念一次 sauce sauce。很棒 ，sauce 就是这个酱料的意思，只要是酱油啊，或是沾什么东西的酱料，都可以叫 sauce。好，下一个我们念一次 sausage， sausage， 很棒，再一次 sa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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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很好。sausage 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这个是什么？这個、中文是什么？热狗。热狗香肠，对，热狗是 hot dog， 对，香肠，对，好，我们再念一次 sausage， sausage， good， 很好，好，下一个 naughty， naughty， 很棒，它单字看起来好长，可是它其实只有两个音，就是 naughty， 好，我们再念一次 naughty， naughty， naughty。Naughty 就是很调皮的意思。你们看这个小朋友偷偷画这个人的脸，好像有那个英文，很像哦，很像。对，好，那我们再来念一次哦。从第一个 August， August， 很好 ，Good， August， Good， 好，下一个 Sa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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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Sausage， Sausage。Sausage, good. 好，下一个 naughty, naughty, 很好。好，我们来下面昨天学的，你们还记得吗？来，我们念一次 a w r, a w r, a w r, good, 很好。好，这个来 a w r, paw. 好，我们来念一次 p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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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paw 是什么？这个。尖尖的爪子，你们有没有人被猫咪或被狗抓伤过？我妈妈有被猫咪刮伤过。啊，那个一定很痛。你们家有养猫咪吗？抓到流血。好，好，我们再念一次。泡。哦。很好。Good。好，下一个念哈。A W R saw。好，下一个来念一次。saw。So, 很好，下一个来这个你们最喜欢的画画，我们念一次 d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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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w， 很棒，哇，你们念得很好听耶， good， 再一次 d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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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w， good good， 很棒，好，下一个来 straw draw straw， 哎，很好，再一次 straw straw straw， good， 非常好，我们再把管，对，我们再念一次哦，来，炮爪子的炮爪子，很好，这个 A W R saw， 来念一次哦，炮很好，炮是句子的意思，这种尖尖的句子，对，好，下一个来 draw 画画 ，draw 画画 ，draw 画画 ，good， 好，最后下一个 straw 吸管。吸管，好，来，再全部再念一次就好。好，来，第一个 August，August，August， 好，再一次，我们加上中文 August， 八月 ，August，August， 八月 ，Good， 下一个 sauce 酱汁 ，sauce，sauce，酱汁，sauce。没错，很好。好，下一个 sausage， 很好。sausage 是什么？香肠还是热狗？香肠，香肠，对，很好。好，第四个 naughty，naughty，naughty，Ray 要跟你念，很好 ，naughty， 好。下面 paw。好，爪子，爪子，对，好，下一个 saw， saw， 很好，是不是句子的意思？来，句子很好 ，saw 句子 ，saw 句子，saw 句子，
下一个 draw 画画 draw 画画很好 good 再一次 draw 画画 draw 画画很好最后一个 straw 吸管 straw 吸管 straw 吸管好我们现在来换多数的小朋友复习单字好那刚刚 Phonics 2那个三个小朋友你们也可以先听听看因为你们可以提早先知道这些单字不会念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先认识它一下你们以后就会有印象了好那我看一下 Book 2今天有谁有 Lin 有悠悠还有谁没有好那秉轩你也一起加入好了因为我们三年级的课一起复习好来我们先念一次 N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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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Neat 整洁的 Neat 整洁的 N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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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一个 Mes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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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我们念一次 Mes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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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good. 好下一个 new. New. New, 很棒。New, 再一次 new. New, new, new. 好下一个 old. New. Old. Old. 好那我问哦Lin. Old. Old 是什么意思 Old 是旧的意思。很好好下一个 Clean. Clean. Clean, 很棒。我要问 Sun.秉轩也要上对不对 clean 是什么意思干净打那个是干净还是干净干净 good 很好好下一个我们来念 di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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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舌头要放在那个嘴巴的上面 dirty 很棒 dirty 好我来问悠悠哥哥星佑你把麦克风打开 dirty 是什么意思脏的，脏的很好，你们很棒，有记住。好，那我们来下面这边哦，这个好，来我们念一次。哦，你很棒，你会讲干热手，很好。但是我们今天学这个单字叫 toy， 我们来念一次 toy。toy toy 好，我来问 Kevin 好了 ，Kevin 虽然你年纪很小，但你觉得这个是什么意思？是玩具吗？还是？恐龙，恐龙是 dinosaur， 所以我们这个 toy 就是玩具的意思。好，我们再念一次 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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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一个 tow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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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towel， towel， 好。下一个 look at， look， look at， at， 对， look at， look at。Good, 最后一个、oh. 来 sm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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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再一次哦 smell smell 好下面哦没有好我们再复习上面这六个单字好我们来念一次 neat neat neat, neat. mes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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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好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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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d, old, clean, clean, dirty, dirty. 好，我来问相反的意思。第一个我想问 Sun， 问你哦 ，old 的相反是什么 ？New, new, good. 好，下一个我要问的是 Lin， dirty 的相反是什么？Clean, clean 很好，非常好。Clean 好，那悠悠，悠悠，我问你 ，neat 的相反是什么 ？Messy， 再念一次。Messy, messy 很好 ，good 好 ，messy 好。那我们接下来哦，从后面念回去。因为我们刚刚从前面念过来，我们从后面再念一次。来 ，smell，smell，smell， smell, smell, 很好。那你们
很棒，你们注意哦 ，smell 有两个意思，它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名词的时候就是闻起来很香，一个香味，对，香味。那动词就是这样闻的意思。好，那我们再念一次 ，sme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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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ood， 好，下一个 ，look at，look at，look at，good，look at，look at。Good， 好，来下一个 towel， 很好 ，towel。下一个 toy，good，toy，toy，toy。接下来 dirty，clean，dirty，dirty，dirty，good。下一个 clean，clean，clean。好 ，old， 我们有小朋友加入了，稍等一下。好，继续 ，new，mess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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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一个 ne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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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at。那我讲中文，你们回答我英文 ，OK 吗？好，我试试看哦。来，新的英文怎么讲？你们一起说。New， 很好。刚刚是令先讲，好，我有听到。好，下一个，干净的 ，clean， 很好。好，再一题。我看有没有难一点的考你们。好，这个杂乱的 ，neat，neat，messy，messy， 对，好，我们再念一次 messy，messy， 棒，再次 messy，messy，messy， 对 ，messy， 为什么会 messy？ 因为太乱的话会被骂死，会被 messy。好，来，我们再念一次 messy， 不会。Messy， 对，有人会这样记。Messy， 好 ，OK， 没事。好，我们接下来换 Book Four 的小朋友。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刚刚悠悠跟令还有上，你们学校是不是有学过这些单字？就是好像不知道，好像有了，好像好，没关系。有课是家教人。我就只有三个 book four 的。对，没关系，我看一下有谁。今天有蔡善元、普京和我。对，但刚刚有加入那个云慈又来。好，没关系，现在是开弟弟。好，那现在 book four 小朋友，你们要念最大声。好，我们来念一次。Family. Family. Family. 好，对，刚刚那个 book two 小朋友也跟着一起念，有回应哦。好，那我自己念。Book two 的小朋友也跟着念，还有那个佑轩，你们也可以跟着念哦。好，我们来念一次 family。好嘞 ，family。很棒 ，family。Family 是不是有一间超商也是 Family？ 你们知道是哪间吗？不知道，全家就是你家，对，全家就是你家，没错。Family， 所以他就 Family， 对，我们再念一次 Family，Family，Family， 太棒了，你们念得很好。Family， 好，我们先学简单的，从简单的来，这个 Song。不是炳轩哦，炳轩是 son， 那这个是 son， 等你吃 son， 一个是哦，一个是 son， 对，好 ，son 就是儿子的意思，儿子，女儿，那我们来念女儿就是 daughter， 女生 daughter， 很棒，再一次 daughter， daughter， 很棒 ，OK， 好。小孩子叫做 children， children， good， again， children，
Children. 老师，那 kid 咧？ Kid 就是 kid 是小孩，但是children 是复数，就很多个小孩。那 kid 也是，但是它是只有一个。kid。好，那下一个对 kid。好，我们下一个念 cousin。cousin 是什么意思？小弟小妹。对，堂哦，表兄弟堂兄弟或是表那边的堂表兄弟姐妹，有谁有 cousin 的举手？我想看一下，有谁有 cousin？ 有谁有表兄弟姐妹？在别的地方，在别的地方。好，令也有，在我家，在台北，在台北，台北不在我家。品瑞，你的也是吗？瑞也是，我们有两个。哦，在你们店。在新店，我有四个。好，过年的时候应该会见面，对不对？对的。有的时候家里也会去。哦，好，我们再念一次 cousin。cousin。cousin。Good， 好，下一个。那 cousin 的爸爸妈妈就是你的 uncle， 我念。uncle。很棒 ，uncle。uncle。你们有叔叔、阿伯、舅舅啊？对，舅舅。没错呀。喝淡水啊。喝淡水。我们都跑出，他们就只念一个，哼。我们分得很细，但是外国人只要念一个就好。那这样我们比较好记，我们念一次 uncle。uncle，uncle，uncle 很好记吧？好，下一个，那他们的妈妈叫做，我们放一次。Ant， 念起来跟蚂蚁有一点点像，但不是蚂蚁。对，多了一个 ant。哎，没错，多了一个 u。再次 ant， 好像不是蚂蚁的。蚂蚁是 a n t， 我把 u 遮住。蚂蚁是 a n t， 跟念起来很像。好，那我要先问问题，请问 cousin 的 mother 是你的谁？我的舅舅，我的姑姑，我的舅舅，你的姑姑，不是吗？什么的都是 aunt。好，那我要问一个问题，请问舅舅，你 cousin 的 father 是你的谁？ Who is he？ 舅舅啊，舅舅啊，爸爸。对，好，你也是 uncle。uncle， 很好。哦，接下来我们要学的是爸爸。哦，这个最简单，爸爸怎么念？father，父母哥哥没穿衣服，哦，哥哥没穿衣服，没关系，快点走了。好，来，我们的爸爸妈妈合起来是不是叫做父母？父母的英文就叫做，我们念一次哦 ，parents 就是爸爸加妈妈合起来才可以叫 parents 哦。Parents 就是父母的意思。好，那这个哇，单字最长的，我们来学着念一下。Grandfather， grandfather， 对，很棒，这是很长的。我们再念一次。Grandfather， grandfather， 很好。好，下一个 grandmother， grandmother， 很棒 ，grandmother。grandmother， 不管是爷爷，对，爷爷还是外公都叫做 grandfather。 那这个外婆跟奶奶也都是一样叫 grandmother， 没有分哪一边的。好，那合起来叫做 grandparents。 对， grandparents， 我们念一次 grandparents。 Good， again， grandparents， grandparents。很好，
我们的小家庭先这样子。好，我们来学下面这个小家庭。对，我们来学 headband。headband。对，我们那边是 headband。headband。不是，是头。头怎么念？头念 head， 对不对？头的。对。戴在头上的东西就叫 headband。headband 就是这个。你有看到我是什么图案的吗？小飞象，没错，小没看到，没看到。啊、对不起，那个 Andrew 进来了。关掉背景，我要先关掉背景。小飞象，我刚戴了一个 headband 在头上，好可爱啊！谢谢。大家可以跟着念哦，哈。好，那我们再念一次 headband。headband。Good， 下一个来，我们先念完整的名字 America。America. Good.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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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泰国的念法，对，韩国人才那样念。嗯，好。America. 那个 teacher apple 下面的指令，下面的是什么意思？下面这个下面英文是什么？好，再说一次。我跟你们说。是饼圈吗？好，来，我们下面这边，我们念一次。哥哥在说，哥哥说的很标准。哥哥也想一起，我们好。U S A S A U。哦，我在上课，我 U 的 U 是母音，对不对？对对 ，U 是母音，对不对？所以前面的这个的，它不是念的，它要念 the。就是变成另外一种念法，以后你们会学到母音的前面要念 the， 所以我们念一次 the USA， the USA， 所以这个意思也是代表是美国吗？没错，我告诉你们，因为 USA 它的全名就是 United States America， 它就是美国的全名是非常长的，所以它其实它是很长的单字，只是它把它缩写成这样子。所以这个都是美国的意思。好，那我再念一次 ，America， America， Good。好，下一个 favo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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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再次 favorite， favorite， Good。好 ，favorite 就是最喜欢的，最喜爱的。好，那我想先来问Kerwin 好了。刚还没点到你。What is your favorite color? 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应援 ，Kerwin， 嗨 ，Kerwin， 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Kerwin 可以开镜头。这个他麦克风有开。昨天在幺零问哦，应援。叮咚叮咚叮咚，可以呼唤先生你的挂号哦。你最喜欢的颜色？瑞要救他是瑞，好像开了瑞吗？给瑞来好了。好，哎，我来。瑞来，瑞，你的 favorite color 是什么？最喜欢的颜色 ？Blue。好，那我想问，哎，不是，不是那天蓝色呢？天蓝色叫做，因为它是天蓝色，是比较浅的蓝色。那外国人说比较浅、比较亮，就是像灯 light， 所以叫 light blue。我喜欢浅蓝色颜色。你喜欢，我也喜欢。好，那下一个我想问 Aaron。Hi Aaron。Aaron， 你可以 open your microphone。Aaron， 胡静，胡静还在吗？好，胡静。我要问你 ，What is your favorite food？ 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Hamburger，Hamburger， 我也喜欢，还有 Michael 老师也喜欢 Hamburger， 很好。我想问，刚刚是不是有？你说现在可以问谁？我想问 Kevin 哎、欸、，Kevin， 是你问我吗？什么事？问一下 Kevin， 我要问你哦。What is your favorite color? 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我在问我吗？啊？对，你喜欢什么颜色？
随便讲一个吧。你喜欢什么？绿色吗？还是蓝？还是米色？黑色，黑色。好，我们那个黑色叫 bla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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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黑黑的感觉 black。black。很好 ，good。好 ，Kerwin， 我可以问你了吗 ？Kerwin， 可以吗？我问你一题。好 ，good。好 ，What is your favorite animal？ 你最喜欢的动物 animal 是什么？Dog. Dog, 很好 ，dog dog 超可爱，我也喜欢。而且养狗狗可以遛狗。好，我们把下面三个单字念完，我们就先休息一下。来，一起念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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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有点像放开的那个放，手放开的放。来念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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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很好。fun 是什么？就是很开心的意思。好，开心，开心，好，下一个 ，the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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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一念 a， 就叫一下 a 那个 a， 好，所以这个念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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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哦，令我听到你声音很棒。place 的意思就是地方，例如说你今天说哦，我今天去三个地方 ，I went to three places， 就是。就是可能公园、学校都算地方。好，我们再念一次 place， place， 你们俩好好听。最后一个 Sunday， Sunday， 很好，再一次 Sunday， Sunday， 它的意思不是有 Sunday， 它意思就是某一天，没有指定哪一天。然后听起来有点像星期天的 Sunday， 对不对？但不是 Sunday， Sunday， 某一天。好，那我们再把下面六个单字念一次就好。来 ，headband， headband，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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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vorite， favorite。Fun. Place. Good. Sunday. 大家今天都很棒。好，你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喝个水，跟上个厕所走一走。等一下，五分钟后我们再继续。好，等一下见。嗯，去啊哈。Ray， 你有带过什么塑形片吗？我没有啊，因为我不敢摸眼睛。已经眼睛摸眼睛，我没有近视。对，我没有近视。我要帮我用那个角膜塑形。你开始戴了吗？还没，星期五才会开始做。那你要到时候戴的时候啊，就是就是妈妈一开始会先教你怎么戴，然后。就是不要碰不见，因为它其实有一点透明。对，以前我有个小朋友哈，他在清洗的时候放在洗手台，然后就掉到那个排水管里面去了，那个很贵哦，所以你要我要2万多块3万。是啊是啊哦，所以妈妈很照顾你，那你要小心使用，然后最主要是你的眼睛也要小心使用，好不好？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哈。去休息，眼睛看一下外面，看远方。
开错了。嗨，小朋友，我们可以准备回来了。回来的先打开镜头，我们来玩游戏好了。哦，瑞回来了，瑞你都好快啊！还有谁回来了？打开镜头，我就可以看到你。要玩啥？又要玩那个断头鲸了吗？你说玩什么？就是上次那个要自杀的那个啊。你说一个娃娃被挂在上面那个吗？那个是猜单字的游戏。我们今天来玩有点像钓鱼的那种，好，就是两个两个的。这个应该是那个游戏。看一下有谁回来了，好多人回来，你们都好棒。好。其实我也没有玩过，猜猜看什么意思？老师，你随便点一个看看。这不是对，我看一下。哦，好，有谁知道这一题答案什么吗 ？USA，USA 很好。哦，答对，不知道答错会怎么样。好，下一个我想请第一个瑞好了，瑞你选一个 number，you choose a number。十，我的座号。你几号？十啊。老师我绰号被、啊、老师我的号被你拿走了。Who is he? He is my father's brother. 爸爸的兄弟。Uncle. A B C D C C C。哦，good. 错了会好。错了不知道。我想点下一个。嗯，平均好了，来算，你选一个数字。嗯，四好了。四 ，four， 好。哦，好。Who are they? My father and mother. Parents 是哪一个 ？C。C 呀。C 吧。C。C。哦，还好答对。很好，好，下一个我要问的是，我问 Book Four 小朋友先好了。Kerwin， 你选一个数字，You choose a number。Kerwin， 不会写。善元，你说几号？善元，13。三哦，好 ，three 是不是 ？three 三。我去掉了。13。我按错，好，没关系。我先自己回答。好 ，What was on the table yesterday？C 吗？你们要救我是不是？哦，又来了。Kerwin，sorry，Kerwin 13哦 ，13 好。来 ，Who are they？ They are my family。你不是兄弟姐妹呐 ？Cousin。C C C C， 全都是 C C C， 设计过，全部都是。老师上面好像有限制时间呢。对，没错。好，那令你选一个，好吗 ？You choose a number。你想讲英文好了。我会讲18。好，我教你。你的号码是不是？嗯，学校号。好，我教你。18，很棒。好，来，我们试试看。Who is she? She is my mother。对，像蚂蚁的那个阿姨。
像蚂蚁的阿姨是哪里？ C， 对不起， A 吗？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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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C， 都是 C， 对对对，没错，因为我写一个，所以不用加 S。对，好，我要走 ，Aaron，Aaron， 对 ，Kevin 啊 ，Kevin， 下一个喽，等我一下 ，Aaron 啊 ，Aaron， 你选一个号码 ，You choose a number。Nine， 很好，你讲英文非常好，我帮你加一分。Nine，C， Where？ 哎，怎么可能 ？Where is the place？ 就是哪里 ？C， 地下室。地下室？那好像不是班主任。哪在？地下室。Oh. Aaron 知道是哪个吗？停车场。那好像不是 C， 停车场。是 basement。Aaron 是哪一个 basement？ 看起来。是吗？我知道了。哎，差点没时间。好 ，Aaron， 刚刚那实在太紧急了，你再帮我们选一个号码 ，Aaron。哦，好哦。11。Kevin， 等我 ，Kevin。11， 好，我有这个东西，这个是什么？我头上一个控制杯。老师头上一个天使，又说的是 C。又不是啦，不要一直猜 C。等一下 ，Aaron 是哪一个才对 ？Aaron， 你知道是哪一个吗 ？H E A D 才对。这三个都是我。这个吗 ？D D 吧，对，好像 D。你答对了。好，我要找 Kevin。Kevin，Are you there？Kevin。Kevin， 小 Kevin 你在吗？你选一个数字。Two. 好 ，Kevin， 我会翻译给你听哦，我也会讲。Who was sick yesterday？ 我是卡住了。哎呦，这么难哦！哎，这个我不知道是谁，他是谁 ？Nikki 吗？小朋友，你们是这个短头发是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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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是 N。喂，他是谁？是 Tina， 我知道。说中了，被说中。他说错了一点吗？对不起啊，对不起，我说错了。没有关系，因为不认识他。等一下啊，我们等上面时间跑完。好，说他把我们选住了。还有人这样的、啊？我不管，再一次 ，again。OK。等一下 ，again。那个锁住的关卡还能再进去吗？刚我点不进去、欸，可是有可能是因为刚刚有一点卡住，我再试一次看看。锁住！等一下，我小朋友等一下。好，再绕一样的吗？应该是一样。我们从刚刚跌倒的地方，我们再站起来是，哎、欸，不一样。你猜错了。是安 C， 他忍，上次卡住。放 good， 开始。老师，这次我不是用猜的哦。老师，我。好，小 Kevin， 你选一个。能不能再看到刚刚那个生病的东东 ？Seven， 一定可以。Seven，OK，Seven。No。哦，这个 basement，A A A basement， A A A， 没错 ，A A A A。我看还有谁没被我点到？我都考过。悠悠，悠悠啊！悠悠 ，Are you there？ 不要说20就好。星耀，你选一个数字。悠悠 ，You choose a number。啊。这边选一个。Pen， 好 ，Pen。哦。哦。这是什么 ？What is this？ 那个是 head。B。H E A D， 前面是 H E A D。好像有点拼的怪怪的，是这个吗 ？D D D， 是 D 是 D。好，那我要问，哎 ，Irene 在里面。卡住了。有了吗？有了吗？还没。好。好。是不是 Irene 也在啊 ？Irene， 你在吗？你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我有 Irene 在线上。Irene 也有对不对？好，雨晴，选一个数字。
那我帮 Irene 盖章。十二啊 ，twelve。等一下有空要折腰。B B 是吗 ？B 哦 ，B 没错 ，USA 就是别的国家。英国对 ，UK 是英国，对，听起来很像。好，那麦老师，你刚刚说谁折腰是不是？好。然后 Amy 老师，我们大概这一局玩好，就稍微暂停一下，我等一下跟他们讲。好，泽雅，你选一个数字吧。八。OK， 好，小朋友，我们来看 ，Where are you going now？ I am 什么呢 ？Go into the bed。Go to bed 是 A， 是 A， 是吗？哎，答对了，很棒。帮自己拍手，这个是第四册的内容，你们都答对了，很好。妹妹老师，你刚刚说你要跟他们讲事情，是不是？对对对，因为我们等一下可能会提早五分钟结束，因为等一下作文班的小朋友要换另外一个代码，所以等一下请那个 Apple 老师就是玩到一个段落，那我们就今天会提早五分钟结束，好不好？五分钟，那我们再玩，把它玩好，好。还有谁？我看一下，二十。哇，那个新佑，悠悠，你妹妹有没有在旁边 ？Sophia 没有在。有啊，有 Sophia， 你帮我们选一个数字。有点害羞吗 ？Sophia， 你可以选一个数字。他的平板有点怪怪。哦，好，没关系。那我们等一下再换妹妹好了。我们先那个 Rayson 你在吗 ？Rayson 在。那他 Rayson， 你帮我们选一个数字好不好 ？Rayson。哪一个都可以。大声一点，二十，你是弟弟吗？好，我们来看二十题问。后面卡住了，后面卡住了。现在有吗？有，有。好，来 ，Watch in TV。好 ，They are 什么？他们在看电视，对不对 ？They are watching TV。啊，答对 ，Good， 你们要。加了一分，好，等一下哦。卡住了，接下来，拜托，他要卡住了。上，等一下，上你选一个。嘿，九好了。九，那好。What is your favorite 什么 toy？ 最喜欢 A 吗 ？Favorite 是不是？对了，好，下一个我想问。令好了，令你再选一个数字。Kevin， 等一下，好。令还在吗？在。好，令你先选一个。One， 很好。Who is she？ She is my C。C 吗？嗯。Good， 答对，很棒 ，Good。好 ，Kevin， 你刚刚说要选 Kevin。哪里？你想要第几个小 Kevin？ Four， 有小 Kevin 跟大 Kevin。Kevin 没有来。小 Kevin 啊，其他哥哥姐姐可以回答。C 五 C 啊，对，很好。羊毛在哪边 ？Dog， 很好 ，Dog。还有，我看一下。那个，我们在玩五分钟，一分钟哦，时间快到了。我先问，等一下有要加强作文的有哪些小朋友举手？我看一下，蛮多的，蛮多的都有是哦。泽瑶、善元，好好，那我们再玩最后一次，我选一个好了，我设定十五，帮我一起回答。爸爸和妈妈叫什么 ？Harry， 很称好 Ray， 我听到你的声音了，耶、yeah! ！
好、yeah. 我们第二次很成功他没有错。小朋友那我们现在可以先。哎贝贝老师他们现在可以先到另外一个教室了吗？哎对。那个我们今天加强啊、嗯、就先加强到这边，本来是要55分、嗯、那早5分钟哈，因为等一下换到作文教室去。好，那你们过去之后就可以先关镜头关麦克风，然后去休息一下哈，3点钟我们集合。好，待会儿见哦，拜拜。老师再见，你去外跑再见。嗯Kevin， 你今天很棒，拜拜，你们超棒的，超无敌棒的，拜拜，拜拜 ，Kevin， 拜拜，拜 ，Sophia， 拜拜。